今天呢，我会继续接着带大家游复旦，有我平时上学的路，然后带大家去旦院吃早饭。Let's go！ 早上的话，大概最早的时候我没有见过什么时候开，大概可能也是7点多吧开，然后到9点多它就关了。那么这边呢，就是说这边是复旦的北区，没有错。然后这个前面呢，大家看到的是复旦的菜鸟驿站。今天的天气超级超级棒，哇，在北京永远享受不到这样的早上。对，没有错，因为北京的早上跟北京现在的话应该已经很冷很冷了吧，没有这种、上海的话还能穿个这样的大衣，实在是上天的恩赐啊。